你相信百分百勃起的恋人吗？叮咚。一起吃饭。好吃吗？一起跑步。丁志鹏，你下来一下。一起恋爱。多希望时间就停在这儿吧。你说呀？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再次重逢，物是人非。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不麻烦你操心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。你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？我知道矩阵是你的梦想，我就是想做回来。我不相信你变成这样的人。我们还回得到从前吗？咱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啊！